太快了，它那个刀挺的，没有，这个是什么情况？这两个是进刀，这两个是退刀，退刀的话去啊回来啊去，这两个是进刀去啊，这两个是回来，两边都一样。然后这边就建议你，反正就不要太快了。 快慢不一的话，它会接，不是，我后面这个还有一个感应。